外国人啊，萨拉迪卡，萨拉迪卡是所有就是在泰国见的任何人都可以用的吗？不管男女老少。对，其实泰语里面就说萨瓦迪。萨瓦迪。对，他那个卡一般就是女人用的。萨瓦迪卡。他那个女人的卡喜欢拉萨瓦迪卡。今天我跟杨教练来到那个咱们青岛崂山的 TF 格斗馆，跟杨教练请教一些关于泰拳的知识。杨教练，我以前呢学的是，我的教练是散打教练，对，拳腿的组合，然后讲究快进快出，对，然后打点得分。对，那么泰拳的这个扫踢好像跟散打有挺大的区别，只知道区别，但区别到底在哪儿，能给我讲一下？是的 ，OK， 我给大家讲一讲，散打它的规则是得分嘛，嗯，对，他可能这种腿喜欢打这种快腿，什么叫快腿呢？因为它需要得分嘛，但这种，踢膝转胯弹踢，弹踢收腿，有待于他第二腿的再发力，这是散打啊。手臂伸展有关，弓腰散打，快速。泰拳呢，他的腿第一是讲究要用胯去把腿带上去往里扫啊，他需要胯的转动比较大啊，大家看我的胯啊，这样，然后走，那来走了，不着急啊，好，走一个走，很好，这个胯都往里甩一甩，往里送胯，给我脚，踢腿，踢出来，再往里挺胯，对，再往里挺胯，对对，这个手应该是弯的，弯一点是最好的，嗯，一种，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快看，卡崩卡是，谢谢，卡崩卡，卡崩卡，卡崩卡，谢谢。